而被誉为风筝故乡的东山乡，这周末重现惬意的农村生活，举办风筝节嘉年华的活动。东山乡公所将主题定为与神同行，创作许多神明造型的风筝，例如三太子、千里眼、顺风耳等，让一同参与的大人小孩可在稻田旁体验放风筝，感受大自然的美好。